哥真的很会吃。我的吃素是选择性啊，真的、啊。为了朋友，我愿意。哎呦！把自己遭到高潮的，你就高潮了。身为一个健身教练，我有两个字给你：好吃。喂，老板，你是不是讲到出来了？走下子。这一集让我老婆不要看。花蛋或者吐司，香蒜或者花蛋培根，芝士沙拉花生酱。欢迎收看《梦到 TV》。今天我带你来是台南大吃大喝。台南，一到台南我就想到一首歌了。你没有音阶，我没有音阶。台南你会不会？两个字。一生热爱回头台南，台南，台南，回头就是台南。哎呦，这是我带你来的这一家哈，这边安平的第一家，第一家的五二层。什么？真我跟你讲，我的台语不太好，但没有像你这么不好。真，听我跟我念一次。二尖，这一家很厉害了啦，欧家，1961年开的，跟你的年纪差不多不是，跟我的偶像年纪一样。谁啊？张学友。啊？1961年。是啊。刘德华。1961年，欧家真。哎呦，1961年，这一家不得了，以前咱们是这边的阿嬷啦，这是现在是第三代，第三代了，以前就是很大的，是下面是开路边摊，然后生意越来越好，而且那个时候买的时候3块钱，哇，60年前3块钱一盘，对，一盘一盘把孩子养到第三代，对，第三代。一大桌，我的天哪、啊！凯克，我糟糕了。怎么样？他吃素耶。没错，你这个像什么？你知道吗？我应该叫一个鹅啊，今天不要放鹅啊。对对对，就是只有，那你可以吃这个面皮啊。没有关系啦。哈，我跟你讲，我的吃素是选择性啊，真的、哦。我不是宗教、哦，我是想要让身体变好啊，真的、哦。为了朋友，我愿意。哎呦，很有义气耶。那第一口你来吃看看，都可以。啊。我今天我训练它的口感。哎呀，我看看你这是讲的多好。我们是健美人，好不好？健美人吃东西不讲口感。你是一个歌手，还有你是劳役人，把老资深啊，资深对不对？是资深，不是劳役人，是资深。资深啊，对不起啊，资深一点。OK， 我第一个想先尝的是它的鹅啊。好，为什么要吃鹅啊呢？有锌，zinc， 提高男性荷尔蒙哦。为什么让我们50岁还像30岁一样？身为一个健身教练，我有两个字给你：好吃。喂喂，我不是外景美食，你可不可以再形容多一点呢、啊？很新鲜，新的词 ，very fresh。呀呀呀，是可以。因为我们就在海的旁边，真的是他们的鹅真的很大颗，是不是？我想吃煎啦，我听你说我要学，今天我学一下怎么样当外景主持人。这一家的鹅真的是第一个，它的海鲜的鲜味很浓，感觉是 espresso， 你知道吗？就是浓缩咖啡给它浓缩到。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觉那个海鲜的 espresso 的感觉。10杯水煮成1杯水。对，然后呢，咬下去的时候呢。就是很 pump 的肌肉那个感觉，OK， 然后就是耳朵先练，那是嘣，就是爆炸 ，OK， 那个感觉，而且主要的是完全没有腥味，只有美味。如果你真的是要练健美的朋友，你觉得上面的酱多的话，它新鲜的到，你可以把酱去掉，你可以把一些热量拿掉，一样是好吃的。我怕练健身的人会以为这个热量太高，不能来吃。不会啊，其实练健身也可以来吃。我想强调的是这一点，好吗？它这一家的是炸的技术都非常好，因为都是很脆，是，而且感觉都是它的油是非常新鲜的油，是一定是每天放新的油。因为就是那个油的好味完全没有，那主要都是那个。我刚刚本来想这样讲，没有屁嘞，屁嘞，真的啦。然后主要的是这边呢靠海嘛，所以他们的那个虾是叫白虾吗？红烧虾。火烧虾。火烧虾跟那个白虾的差别是，当然是火烧虾的汤汁比较高，而且呢，火烧虾是吃起来的口感比较甜，而且是 Q 弹。所以如果就是你看它切了一块一块放在里面的时候，它还存在感很强。因为如果白虾的话，吃起来是没那么的口感 Q 弹，所以就说有吃到虾子嘛？但是这一下感觉到虾子在里面。对，它的口感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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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就是。感觉是你的肌肉一样，就咚咚咚。你看，哎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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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哦，它的鱼皮，我要吃鱼皮。胶原蛋白。好，胶原蛋白。
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对，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那个 milk fish 是很多刺，所以日本人不太会喜欢吃，但是在台南，就是当然是台南的一个名产嘛，很甜，一点腥味都没有，没有刺啊，对不对？没有刺，因为它是肚皮的部分嘛，剩下皮的地方，所以刺，所以老板已经把你讲的这个缺点去掉了，对，对不对？只有皮，然后我还喝到很重的姜的味道，哎，还有那个麻油的香气，姜跟麻油，嗯。调味非常好，其实真的是每一道菜都好吃，完全没有地雷。我觉得很棒啊，嗯，对啊，我目前为止其实我是很享受在吃的方面、啊，哦，好好吃、哦。对啊，你专心讲，我专心吃嘛，没有关系。知道我怎么找到这家餐厅吗？怎么样？你知道 Go Match A P P 吗 ？Go Match 就像我们两个是 Match， 哎、yeah. ，Match Match Go Go Match， 我们 Match 我们就一起出去 Go Go Match、hey, Go Match， 不是啊，不是吗？不是啦，啊、就是专门的 A P P， 是美式的那个 A P P Go Match， 超级方便。哦，它是一个。A P P 软体啊、oh, ，OK 好，哎、欸，那个下载都很方便了、啊。下载之后呢，就比如说这次是欧家嘛，是，就是大家的名字都会出现，而且对，透过 Go Match A P P 的时候，就是很多优惠，所以大家赶快下载，不然你会后悔哦。Go Match。好，刚刚接下来呢，带你来的是吃宵夜。哎呦，就早上吃完，今天就要吃宵夜了。Tell me why， Tell me why。我跟你讲，这次很特别哦。嗯。它是下午的5点才开，哦，所以白天吃不到。对 ，OK， 就是卖宵夜的，而且特别卖宵夜，卖的东西什么都有，主要的是它有100种的口味哦。哎，你不要为了做节目效果告诉我100种哦，真的啦。花生蛋蛋焗烤玉米焗烤芋泥焗烤的吐司花蛋或者吐司香蒜火腿花蛋培根起司沙拉花生酱哦。你们是不是很闲啊每次做他一直在发明新的锅，是不是啊？对，哎、欸，很厉害。那个，你帮我介绍一下吗？是真的多到我有点看不懂。谁是谁？那我从这边开始。他是谁？他是谁？肉松皮蛋。肉松皮蛋，对，听起来不错。有吗？听起来。我可以先咬一口吗？咬一口。我先咬一口好不好？我喜欢皮蛋的。真假的啦？不可以啊，它是有点像皮塔饼的饼袋，是不是有那种概念？有一点哦，它不只是完全是吐司，好吃。皮蛋本来就很好吃啊。接下来是什么？明太子熏鸡。明太子熏鸡。左蜂蜜芥末。左蜂蜜芥末。对。Honey mustard， 果然是最对的味道。蜂蜜芥末。哦，好吃耶。是不是？嗯嗯，我觉得蜂蜜跟芥末的组合真的是最，就像妈咪木咩梦都给咖喱咖喱开口，哎对。那个是什么？就是抹茶布朗尼棉花糖。抹茶布朗尼棉花糖，你这个弯转的很大，哦，那棉花糖的感觉很特别，绵密，跟那叫抹茶，对，好吃，嗯，哎，好吃，棉花糖在有点消失掉的感觉，不错，这个呢，这个是芋泥蛋黄起司流沙，哦，蛋黄又重了，哇，我跟你讲，芋泥是我最爱的一个。哦，真假的，你好猛哦，是咸鸭蛋吗？咸蛋黄，咸蛋黄，对不对？哦，还有起司，对，就是讲查德起司，咸咸的，是不是？芋头是甜的嘛，但是那个蛋黄跟起司是咸咸甜甜的，对。然后这道起司的味道很浓，然后很搭这个面包。我以为芋头碰到咸蛋黄很棒，但芋头碰到起司就很棒。哎，真的蛮厉害的。里面卖的最好的是珍珠卡士达，珍珠卡士达，还有珍珠卡士达。珍珠好 Q 哦，你们的珍珠，所以你们有顺便卖珍珠奶茶吗？没有，我没有。对，我们是特别为了做吐司煮的，是专门为了吐司。对对对，好香哎，真的超，你们都是超好吃，这个我可以吃完。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是香蕉巧克力 Oreo。哇，好邪哦！哇，这个好邪哦！豆总，哎，豆总，哇！好杜立的味道，好美国，颜色也很杜立，这很杜立，香蕉好吃，台湾蛮好，但这个太美国了，这个口味就比真的重，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什么？这个是薯饼滑蛋起司，哎呦，这我喜欢，哦，我喜欢薯饼 ，OK， 哎，我吃一口一口已经饱了，开个，你不会饱哦？目前感觉有一点饱，但是。我喜欢吃薯饼啊，美国人很喜欢吃 hash brown 啊，很好吃，很好吃啊，哦，嗯，哦，我这个我要带我儿子来吃，
我儿子最爱吃薯饼。怎么会淀粉加淀粉那么好吃啊？很奇怪啊、哦，很奇怪。嗯，哎，对耶，淀粉应该要加肉啊。对，嗯，好吃耶。哎，主要是它不油腻，你想到了一点，所以我吃了这么多。哎，对哦，我没有觉得油腻。你们真的有一百种口味吗？有没有人把一百种口味都各吃一片？应该有吧。以前有遇过，每天来吃不一样的。这是什么？哦，这个是小肉豆。小肉粽，小肉豆，是小肉豆。它的味道是可是比较浓缩一点点。这个是配啤酒啦。嗯，好吃。哎，里面东西好强哦。你吃完了？是吗？我已经帮你准备另外一个。哎，我不是来大吃的。这个就真的多了。这个是什么？来了，我吃看看的。你去看看。泰式的打抛猪。打抛猪起司饭。哎，这是鸡子哦。超邪恶的。哎呦啊。哎呦。特不特别？如果啦，这间饭 cheddar cheese 太浓了、太浓郁，难怪。所以它就是像一点点牛奶，然后就是滚嘛，对不对？对。然后就是融化，所以就是比较不容易腻咕，有没有？所以这个东西腻咕，比较不会固定。啊。对。然后加上那个炸猪大包猪，酸酸甜甜咸咸的，然后加上打包猪有点辣。嗯嗯。那加上这个还有蛋粉一起。嗯，就是，大家看起来中国哎，就是还好蛮清爽的，哎，你们的东西都厉害，哎，我而且我没有想到凯哥真的很会吃。我其实想真的让你知道一下，我以前我瘦下来真不容易啊，真的想辛苦了辛苦，哎，真的。没关系，反正今天我是最后一天七点嘛，是，我把它吃完 ，OK。好，接下来来到吃火锅了。一个比一个多哎。Of course， 期待。我感受到你平常上节目的压力。这个是小火锅，汤神。Yeah， 小汤神，汤神。小汤神火锅。Yeah， 英文叫 Little Thompson。Oh yeah， 汤神，真的叫汤神。来来来，看看哪里厉害呢？就是这边厉害。哎，他们有17种的口味哦。我跟你讲，17个。我一进来这边，我就觉得空气中很香，对不对？整个房间就是一股汤融在一起的香味，而且很自然，对不对？是。哎呦，老板娘好啊，漂亮啊！哦，老板娘。哎呦，怎么了，漂亮？我都害羞的。对啊。哎呦。来，对，这边中间的位置给你。来，你说这个是多少钱啊？这个是200元，它是麻辣加牛奶麻奶锅。哦，滚了，这个才200块。对，我们的麻辣料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炒的，我们要。你自己炒的麻辣？自己炒的麻辣料，我们进郫县豆瓣，它是大陆文化遗产的那种。特别的一种辣酱，然后进来这个郫县豆瓣，我们自己加上数种的中药下去做炒制的。哇，很浓哎，浓很浓郁，真的耶。有没有像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个东姑拉面那种？有啊有啊，对不对？它的麻辣是很香，然后那个这是花椒吗？很香哎。一点点花椒，对不对？就是麻而不辣，然后它会带那个香气，超级好吃。而且主要的是呢，因为加牛奶嘛，所以是它的辣哈吃起来没那么的刺切，你知道吗？是牛奶是包起来包容很温柔，但是应该要的麻辣跟那个香气都在，很厉害。他看看，火锅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汤嘛。对，汤多。对，因为其实你说料的话，谁也都买得到。嗯。但是如果汤特别的话，是不是这个店就会比人家特别？就像如果老板娘特别的话，这家店也比人家真的，是不是？啊，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一集让我老婆不要看，谢谢啊。真的好看，看厉害。因为有奶的感觉，你就不会觉得这么的刺激，对不对？所以然后两个味道又很刚刚好的融合在一起。嗯，我其实我觉得麻辣不是要吃辣，是要吃麻。嗯，哦，那个麻很棒。这个是另外点的嘛，对不对？这个是另外点的。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有加，嗯，点到两个锅，这一个好鲜的拼盘加169。哈，这一盘，等一下，对，哈，这样子169块，太便宜了吧？有蛤蜊，有九孔，这是九孔还鲍鱼？九孔。九孔包，然后有鱼有虾，169给你满满的蛋白质。不是啊，你们台南海鲜不用钱哦。啊？但是我这个就是说回馈客人的价钱。对嘛？就是、对，就是它几乎是成本价，但是就是希望说客人来这边。不是啊，那个在台北这样子要400块，这应该要吧？这一盘应该要400块，对不对？台哥，我刚刚喝一口吓到哎，这个对不对？三朵的味道很浓。然后那个加上蛤蜊的味道，超新鲜的。哎，这个是直接放那个面，客血面，这已经不止哎。你看他的这一锅的蛤蜊给了多少颗？超新鲜，多到爆掉哎。这一锅它就是全部靠蛤蜊代替。你的汤就只是用鸡汤下去？就是鸡汤，然后再加大量的蛤蜊。跟蛤蜊而已。对，然后蒜头跟蘑菇。所以我喝到的鲜味没有任何别的调味料，可以这么鲜，真的很烈，很强，太厉害了，真的很强。我们现在不是做效果，真的很强。你们的店超越我的期待，你知道吗？我不是说一开始就是没那么的期待，不是，就是应该是好吃，但是就是普通的好吃，但是他们的真的好吃到我有点吓到。谢谢。哎，我们已经吃那么多东西，我就吃得下哎。他不是一开始不期待，是前面吃太多了，他真的是已经快要吃到最。哎，真的是开胃。那你觉得孟多这个人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对我的影响。你可以就直接讲，好的跟不好的都可以讲。很阳光。哎呦。然后我觉得你很亲切。哎呦。其实今天你来到这边，我觉得好亲切，好像朋友一样。对嘛？对，因为其实有时候你遇到一些艺人，他可能私底下很拽嘛，镜头一打开其实是不同。讲刚刚谁？讲刚刚谁？比如说，你这样太狠了啦，直接点名哦。不是，这样你们很亲切。老板娘，万一今天我们两个在你旁边。是不是你硬要挑一个的话？对，二选一。如果你要嫁人，你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你选一个，选一个。小孩才做选择啊。小孩做啊。哦。哎，凯哥，你是不是吃完了啦？你看，你不能也不能吃完了。我跟你讲，凯哥，美食节目不是一直吃吗？因为还有你要吃蛋糕，祝你生日快乐。哎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好久没有过生日了耶。你是不是要26嘛？对不对？28。28。我自从28之后就没有再过生日。真的？我就永远的28。太好了！今年是我28岁又228个月。很久哎，真的没有看好，就发现你那是快生日了。这样我不好意思。不会啦。许愿，许愿，许愿吗？嗯，台湾的方法是要讲两个，啊，这样两个，是不是？嗯，一愿国泰民安，二愿风调雨顺，第三个放在心里，对，啊，放在心底。耶！谢谢孟多，真的谢谢，谢谢，哎呦，太棒了。而且这是很棒啊，这一家那么好吃的东西，吃完的时候还可以吃蛋糕。我们就等一下吃。我们一起吃啊。好，一起吃。哎，你每次转过去讲话的表情都不太，你们 take 得到他的表情，还是你们已经习惯了？不是，对女生要温柔嘛。来来来，老板娘，他平常哦，凯哥，我跟你讲，一起吃啊。你有注意到那个表情的差别吗？没有，给大家看一下我的70万的，你看快灯都没了，又一个灯没有。我们聊到灯都没了啦。好，凯哥，最后一个点了。我跟你讲，等一下会那个烤熊嘛，是，但是我不敢的是让你空手回去，空手，对不对？嗯，空手刀，还，阿多，扩大点。好了，所以我帮你安排帮手里欧米亚给，还要再吃东西？没有，因为是这边是安平吧，是安平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虾饼，叫做得意虾饼。哎呦，虾饼没有歌了吧？虾饼没有。但是得意有，怎么看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笑看人间人不老，好不好？好强哦！四个字里面总要找出两个字可以唱，哎，真的很强，真的有吗？对不对？我没有糊弄你吗？哎呦，好不好？我跟你讲哦，这一家的虾饼很厉害，因为他得过很多奖，是，而且呢是台南是非常有名，而且听说了，听说这一家的虾饼
特别，就是有比较适合我们健身的人的虾饼。哦，很得意哦，哎、欸，哦，这里的虾。当然。你看，谁我们都会这首歌。啊，老板，听说你们的那个虾饼很特别。很特别，就是有做无油的跟油炸的两种都有。你听到了没？无油。无油怎么弄？它就是靠压力、温度，像那个爆米箱一样。哦，瞬间差不多7秒会飞那个爆出一片。我们小时候那种滚滚滚，对对对，砰一样，就是那一种。然后现在就改得比较精致了。用爆的是那个，哎呦，哎呀，拍到吗？拍到吗？瞬间可以，它爆到外面来，哦，烫的烫的。哎，我有在想哦，这么烫，一人一片，一人一片。哎，香。它这个口味很特别，就是青葱口味，再将虾饼再融入了三星葱，完全没有油了，这完全没有油，而且葱味非常重，会有葱的味道，葱的味道真的好吃，哎，真的很好吃哎。哎，你我先问一下老板，是。啊，你我刚刚是看，你看粉丢进去，然后压嘛。对，我可不可以丢蛋白粉进去？碰一个，哎、欸，好像可以。高蛋白虾饼。哦。哎、欸，研究看看，研究看看。哎、欸，真的帮我们研究看看。哎、欸，你研究出来了，我们一起弄。这个是原味的，油炸的。哎，油炸的原味的。原味是不是？原味，嘿，真的不一样。很酥脆，很香。我跟你讲，它哈、哦、厉害的是，它是虽然是炸过，但是一点都不油。你还好哎。嗯，对啊，而且很香哎，那个是。我觉得哈、哦，熬过的香，这个是用对了。对，嗯，香嗯，它的那个虾的香气比烤的还强，那个感觉啦，因为是炸过嘛、嗯，对不对？对。而且它的那个自然的甜。我觉得更甜，那个虾的甘甜，嗯，甘甜，哎，酥脆。我问你一下，因为我平常吃到虾饼都是去什么东南亚的那种地方，对，泰式或什么地方越南店，对，那个虾饼感觉没有这个的扎实，这个当然当然，为什么？它这因为啊吼，它这个虾子已经开始兴奋，当然，这是我们家的特色。我们开始聊那个健身的时候一样啊，就开始兴奋，对对对对，这都是我专业。为什么？因为安平最有名就是火烧虾，火烧虾，对，任何像印尼啊，他们也有虾饼，是像其他地方各地都有虾饼，东南亚特别多，但是味道为什么却没有安平虾饼来的那么浓烈？嗯，因为就是火烧虾，火烧虾它可以带出虾饼的甘甜酥脆，哦，像虾本身的对火烧虾，而且像虾饼的为什么虾饼的虾的味道更重？啊，是因为它把五斤的虾子搅成虾泥。不是只有一尾而已，所以五斤量的虾子，然后这样子搅成虾泥，味道非常重，它所以虾味才会这么重，它会浓郁，又可以带出虾的甘甜。再来一遍，老板，我跟你讲，这个又不一样口味。老板，你是不是讲到出来了？他讲到高潮，没有，虾饼。火烧虾，啊！你手会虾子，这是我们自己调的。那个什么那个洋葱，它这样吃起来像科学面口味。哎，闻一下呢，有哎，科学面的那个，啊，笑嘴哎，这个是有啤酒啦。为什么我会流泪了？洋葱，又加了洋葱，因为我加了洋葱。啤酒，这个是配啤酒，海美丸，海美丸，哎，泰式，你看第二次去了哦。你刚刚去了一次哎，这是虾子吃太多的关系。会接梗啊！这个就是泰式哦，哎，吃了呢酸酸的，嗯，有点像那个东洋棍的感觉，一点。对，东洋棍哈，有像，是这样讲的吗？对，东洋棍，嗯，还有吗？让你先闻一下墨西哥，哦，那个。哦，那个就是那个 Tabasco， 对，还有那个什么墨西哥辣椒酱，对，为什么墨西哥有孜然，又不是蒙古？不是，这个，对，这个灵感呢？小肥羊的感觉，这个灵感就像烤羊肉串的灵感。啦啦啦啦啦 ，bamba， 有那种感觉没有？啦啦啦啦啦 ，bamba， 巴布斯特的，哦，拉里巴拉里巴，哦，啊，那好，停，好，哎，吃完了吗？哎，吃完了，等你吃完我才上菜。这另外一种，因为我们吃完了虾饼，他时间点上了。我先跟你讲哦，你最后一次的机会哦，你自己遭到高潮的你就高潮哦，最后一次哦，这个叫做炭烤的鱿鱼片。哦，很好吃。你们不只做虾，对，鱿鱼也顺便。对，我怕你虾子吃腻了。
好好吃哦。我爸再来一片，没问题，没问题。我爸那个像这种的鱿鱼啊。哎、欸，我要带这个回家。哎、欸，这好吃哎、欸！再来一遍。那个，我爸太那个踩的有没有？刚刚的太干，他不会、欸。50-50 啊！哎，他是那个还保留一点点水分有没有？有。哎、欸，这就是超香的，好好吃哦、喔！我还有，我还有吗？法宝，快快快快快！他很年轻，他很很多事，没有关系。我要高潮了。你去哪里找来的？你哪里找来的？我不知道。故意的去，哎，这整只虾哎，整只虾，整只虾，而且还从头先吃，超鲜，嗯，很香，虾味很浓郁，整个精华都在里面，就等于是在吃一只虾子的，嗯。那你以前在日本也吃过类似的东西，对，但是你们做的更强，因为日本呢，就是日本吃的那是壳更硬，对，但是主要是你们是脆的，是的。然后呢，还有那个虾的那个香气。你知道好像是你那个缩在里面，对，厉害的是缩在里面，而且呢，虾本身身体有水分嘛，所以但是它是干燥的，所以是水分出来，然后美物那个美味是浓缩在里面，对，锁在里面，而且要酒越香越甜，哇，越好吃越好吃，哎，厉害，是那么厉害的东西，赶快下载 Go Match， 你有没有下载了没？我在弄，我在弄，哎、欸，我眼睛不好，我慢慢下载。你下载了没？下载了，下载了。哎、欸、，Go Match 非常非常的棒哦，而且呢，现在很多优惠，还有邀请码哦，邀请码在这边。哎、欸，索尼是100点哦，赶快下载 Go Match， 真的棒棒，太棒，好棒！